吃掉。第一次来，他哪里有那么大的？拜拜，拜拜。您走，我是玛利亚，我们在老河口。昨天晚上我们住这里，然后今天开车去西凤，看我们开去哪儿？一晚上没看到野象，就是我现在一天不开都觉得不舒服哈。因为今天早上视频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哈，现在都11:20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去河南省新的省，然后今天看我们能开多久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老河口和老河口人非常非常好 ，over than my imagination。就看其他的。哇，我们在这里非常安静。哦，非常漂亮。好漂亮啊，眼睛高兴，很多玉米。说实话，朋友们，我最喜欢走这个小的路，因为看人的生活更近，可以一点点看他们的家里面，我很喜欢看，我一般没看到了。想问老师们，这个是什么？很多地方看到这个。越走越小。去哪儿啊？哇，牛肉！哦，好久没看到了。说实话，我好想去本地人家里面吃饭，真的很想他们一起说话，特别喜欢。就是不好意思了。对，一点还说。哦吼，他说这边有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很可爱哈，阿姨。对。这个我怎么走啊？哎，那边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在这边。哦。这个是不是茶？好香啊。好香啊，对。多不好意思。对，确实没路走了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和幸福嘛。对，这种感觉传递给我们哈，我们也特别舒服。对，就是要经常微笑。秋天到喽。阿姨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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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人特别喜欢笑，像我的一样的，我很喜欢，我很高兴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现在一点了哈，下车去问一下有没有河南特色的面。好，关键是家里边有点事，有事那几天没营养。哪里有面吃呢？周围，前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里有很多人，那就吃这家。对对对对，走，我可以说话，他们喜欢说话。我好兴奋，好想本地人说话。你去看一下吗？你问一下有没有面吃吗？这里有没有面？面食是吧？对。我们用这里这个特色胡辣汤，可以尝一下。可以，我们就吃碗面。然后让他来这么的吃吧，吃吧，那里比较多，都喝稀饭。为什么有很多人？我们这里有小孩子了。哦，是不是？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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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哟，好包子，好像胡辣汤哈，特色，这个是特色。第一次来河南，吃饭没有？没有。还要吃点。哦哟，好幸福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个就是特色了，辣的，一点点辣。嗯，好像特色的，对，还可以吃点菜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等会儿可以送个礼物给小朋友。对的，哇，好好吃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尝一下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色菜。特色的。特色。对，发芽了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大家都多。对对对，很热闹。你吃好喝好啊。这个是特色的美女说。哇，这个是特色的哦。好吃吗？饱不饱吃啊？好吃。这个尝尝这个。哇，很多哦，还有甜汤，这个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，墨鱼啊。面的。我们的什么菜是吧？叫个墨鱼，吃这个。真的好吃。这个好吃的很。好吃。对，他刚才吃了一个。中国人 very 热情啊。对，非常热情。very good 热情。very good 对。very good 对。你们来的太晚了，早点。你们搞这么大一盘。你好，下来下来，你好你好，中国的美食多得很，对，很对，来来，做个视频，很漂亮，谢谢，谢谢，亚洲，亚洲，亚洲，河南人很热情，对，特别热情，第一次来。河南有那么大的，我们就说生活都是过得好的，好，生活好这边啊，
对对对，要你吃了一下，你吃不下去，你咋过了？恭喜恭喜恭喜！今晚小波妞健康，老公不喝他开车，我可以喝。老公是哪里的？四川人，对。哦，这好沟通一点。他试一试湖南的酒，咱们都是一个大家庭。能不能喝点酒？我可以喝，可以喝酒喝。我陪你喝一点，到我们中国。好。啊，我看不出钱呢。谢谢。来。来。好。好。多礼仪啊。好，干杯。干杯。哦，王老师啊。哦。王老师。非常好，祝小朋友身体健康。对，身体健康。收到，收到。我给你倒点饮料吧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干了，干了哈，我就干了哈。干了，祝小朋友身体健康。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对，谢谢，感受到河南朋友的热情了。对，谢谢，双飞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今天的今天吧，拜拜。好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这个真的超出我的预料了，没想到河南的朋友这么热情啊。对，这么热情。对，你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亚美尼亚的朋友听啊。肯定是。记住哈，这是河南哈。对的。很热情，像亚美尼亚人一样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哦，很开心。喝酒吃饭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小朋友身体健康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幸福，老公，好幸福，真的，真的很幸福，很开心。希望他们天天幸福。真的每个地方好好看，都没有睡觉哈。对，一分钟也没睡觉了。我觉得好像有这个车之后，玛利亚从来没有在车上睡过觉。没睡觉，眼睛高兴，因为我不想跟老公一个人。我家的一起。现在4:42了哈，现在已经到达陕西境内了哈，我们尽量多走一点哈，走到陕西的中部去哈。朋友们，像这种阳光直射哈，我觉得很多盲区有些东西识别不出来哈，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戴墨镜要好一点？我们好饿啊，现在老郭去买方便面，差不多6点，啊，好冷吗？我买了3盒。哦，非常好。哇，好冷啊！哇，这儿有好多蘑菇，很喜欢吃。这里也有很多南瓜。谢谢。很小的路，没有问题。我的专业的老郭。在加油站吃方便面，非常好。现在6:30了。对。开到可能都9点钟了。我的规划。拍得非常好，我们第一次和大哥一起吃方便面。现在10:20哈，哇哦，到了蓝田镇，到达目的地附近，今天开了400公里，哇哦，很厉害。明天早上早点起来继续赶路，抓紧开到新疆去。哇，可以吗？100块钱，想不想按摩你的脚？哇，这么好啊！好累了。哎，家里很。谢谢，开得非常好。这乖乖。今天晚上穿越了秦岭哈，就是什么都没看到。对，但是看了月亮和 stars。啊，星星哈。对对对，开开心心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叫 Jess。我们来了。两个人去，我阿哥听最好嘛，我把的哈就讲了巴罗特克，我开始那开始的。你把一场不出门了，我就刚跑上去了，你把一场。